茫茫股海，味觉难清，如何精准掌握趋势，寻求最大获利契机，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欢迎收听股市甜心。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飞，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想拒绝。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跳舞不要停歇。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漂浮只靠音乐。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全身只剩汗水。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的爸爸爸爸爸爸爸已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吃亏，谁也别想拒绝。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Oh yeah， 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漂浮去漂音乐。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全身只剩汗水。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我们的闪亮亮亮晶晶甜晶晶甜心老师，你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了10月14号星期三了，在今天一开始
今晚我想来一首歌曲，就是呢啊，电力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那为什么说电力太强啊？来，老师给你的太阳能三雄，太彪、太猛、太厉害啦！风电继续的狂奔、狂奔再狂奔。哦呦，撞到好害怕！老师，你的联合再生长辈股了呢？安吉130%一样长辈股，上尾等会这一波75%了。哦呦，怎么会撞到好害怕嘞？会员赚太多，赚到好害怕，老师。对，第一次赚这么多，老师要不要卖？卖卖要不要卖？前两天来问我要不要卖，闭着眼睛看我的讯息是就好了，剩下不要看，不要听，谁来讲都不要理他。直接 follow 甜心老师给你的讯息就对了。我一直强调全年度最好赚赚最多的时间就是现在，就是今晚。你没有听错，我始终口吻一致，就是现在。就连上个礼拜我已经提醒大家，哎呦，太阳能在热身了。是啊，回去回播节目重听啊。对，回去听。是，结果这个礼拜一三雄通通涨停板，昨天安吉涨停板，今天换联合再生所涨停啊。恭喜大家，越赚越多了啦！我盘还需要解吗？不需要解了。然后重点是标股，老师标股还有没有？讲了一个讲重点，我喜欢节目讲重点。对对对，为什么？来，国安基金退场又如何？是啊，三雄照样飙。有美国纾困案过不过又如何？三雄还是锁涨停。有对我的股票有影响吗？完全无感，完全没有影响啊！难道这些我不知道吗？都知道啊！我就说行情就在我规划中，股票的走势就在我的规划。为什么原金我可以带你买9块？有原金13块，我还告诉你便宜。这一波17块，即便从9块。翻到17块，我还是跟你说可以买，买多一点。结果今天多少钱了？今天来到了42块钱哦，就是赚三波，呼啦，就是赚三波，三波大赚超过250%，恭喜大家，越赚越多啦。还有安吉啊，哎呀，安吉25块在买的，有，就是25块，你在勾空，你看到今天多少钱了？今天来到了从2字头飙到3字头，4字头，5字头。58.9，又一只长辈股啊！哎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一波就130%哦！我的妈呀，联合再生7块啊！你永远给我记得就是7块啊！有，今天换他锁了啦，没错。前两天就是来问这一只啊，老师我要不要卖啊？老师涨停板我想卖了，给我闭上眼睛。天黑请闭眼，今天正式翻倍了。看到没有？有的，恭喜会员，越赚越多了啦。赚钱会很难吗？好轻松哎。如果你一直 follow 国安基金，你赚得到吗？赚不到。如果你一直 follow 川普整天口水战，你赚得到吗？赚不到呢。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的节目很优质，我都跟你讲重点。有太阳能，我7月我就领先市场所有人，带你卡位了嘛？买在怎么样？没有人理我的时候啊，全市场老师都在笑我哎！哎呦，这个太阳能满江红嘞！甜心老师怎么会大家要来看太阳能？你现在来看，全市场都有太阳能了啦！哎呀，怎么这么善变啊？他们没关系啦，我喜欢当领头羊啦，我只要是领头羊就好了啦，这就表示全市场都认同我的看法，感谢同业的认同。哎，对哦，感谢大家呢吼，这再次验证到老师的眼光，老师的挑选的产业是很倍儿棒的。我常说啦，我的节目很优质，我都会持续告诉你。就连上个月我一直跟你讲，实力不怕你验证啊。为什么？我说过你要知道它到底强在哪里嘛。哎呦，上个月我一直跟你强调联合再生，这个月就是这个月要出新产品。有，我还跟你强调，上个月我还跟你强调，原金的订单到明年中是订单的能见度非常高。对，上个月我还跟你强调，安吉在做 3D 列印，谁跟你说安吉有做 3D 列印？就只有我啊，只有本节目哦。所以我说产业我帮你看透透，唯有帮你看透透，你才可以赢在起跑点；唯有把你看透透，你才可以波段大赚嘛。我常说波段，波段你觉得很简单。
单、嗯、但是这个波段你看哦，从七月到现在你要经过什么、嗯、美国黑天鹅满天飞、啊、纾困案炒翻天、啊、川普不小心又进医院，再加上最近国安基金又退场、嗯、你抱得住吗？心好累啊。所以有我在你身边你会觉得很安全吗？非常的安心，国安基金不照顾你我照顾你啊，纾困案过不过，川普理不理他的对手拜登、嗯、你有影响吗？完全没有影响、啊、我照顾你啊、嗯、所以我说我的节目很好嘛。是，好，我再来提醒你哦，星期一这个礼拜一很多人又在问我，老师，安琪喷出去，联合再生喷出去，元晶喷出去，还有没有哦？很便宜的、低档的，你看你的上尾投控102也喷出去、嗯。老师，我还想要买便宜一点的风电这个题材的，有没有？是啊，还有没有啦，老师？有啊，嗯、我不是告诉大家，我礼拜一现买现赚，嗯，然后呢，股价才在二字头，便宜，记不记得？记得，我连LINE也贴啊，有 TG 也贴，有，我叫你赶快跟上啊，来1609的大牙，今天呢，叮咚亮灯涨停板。亚历桑大称王啦、哦、王者回归啦，回归、哦、我有跟大家提醒哦，风电题材哦、嗯、股价还在地板哦，有，再来呢，电动车也用得到，有的充电桩也用得到，我就是双题材，是，我就是比别人强、嗯、每一把刀都可以赚钱，是的，在买的时候才一字头啊，18、19啊，今天多少啊？今天来到了22块呢，涨停创高哦，恭喜会员撸太撸怎样呢，赚翻啦，今天真的并轨啊，我常说我就是股票一档帮你接一档啊。你现在仔细想、嗯、我是不是老朋友都赚，新朋友持续赚，有老朋友持续赚，新朋友一直赚，有的就是这个概念啊、欸、今天很重要、欸、今天我带大礼来了哦，什么礼？我就知道什么礼，什么礼送你之前、喔、我要猜谜，为什么？好，我要送给我忠实的粉丝、嗯、我要给认真听节目的粉丝、嗯、来，我第一个题目，前两天啊我说的风电太阳能股价二字头是哪一档？哎、嗯，不就刚刚讲的那个吗？哎，对，是哪一档？知道了吗？好，再来，知道第二个富鼎第二又是哪一档？昨天老师就已经明示间暗示给大家，那里面就有一个鼎字，然后呢提示二还告诉大家团聚力量大，对不对？很好猜是不是？很好猜，我知道啊。我是不是又命题命的太弱了？老师送分题啦，直接送给大家，命题太弱，真的。好啦好啦，这两个答案后、啊、你知道后，通通打电话进来，我今天给你 double 赚 double， 想要重压是想要买的多的好朋友，嗯、想要不跟别人挤的好朋友，你就来电跟上咯。亲爱的朋友，想要标股重压的机会有够来啊，老师给你的太阳能族群五告 BOA， 你看看元晶冲出去，安吉也冲出去，联合再生飙出去啦，上尾投控继续的狂奔，以及呢新的股票我们的大雅也飙出去咯，巨鼎也冲出去咯，所以亲爱的老朋友，现在您只要呢把这个谜题猜对，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标股重压。谜题一，这档富鼎第二是谁？谜题第二，这档呢结合了风力再生能源，股价二字头，股价亚历山大，他又会是谁呢？知道的好朋友就直接电话来做拨通喽。02663032370266303237，我的老天儿啊，甜心老师的标股真的是飙翻天了，太阳能三雄太飙太猛了，风电继续的狂奔，让会员好朋友赚到好害怕哦，因为会员赚太多了，赚到发疯啦，元金三趟250%的安吉，这一波140%的联合再生再赚90%，上尾投控75%的亚历山大大牙20%的富鼎赚50%的，大中一张赚20块钱，巨鼎一张也赚快20块钱。甜心老师给您的老菜不止盘共共，现在更是强强棍，赚到了这些标股，还想不想赚？还想要赚更多的好朋友来 double 赚，赚 double 的企划案，给您加倍的获利，加倍的幸福。来，谜题猜对了，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标股重压喽。
谜题一，这一档富鼎第二它究竟是谁？谜题第二，还有呢，这一档风电散热双题材的个股，继3708上尾投控飙出去冲出去之后呢，还有没有低档的股票？有有有，就是这一档亚历山大。只要谜题猜对，您就可以跟着甜心老师一起来飙股重压咯。02-6630-3237 02-6630-3237 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拨智慧热线02-6630-3237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便利性、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精彩节目开始喽！You know the bed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Dreaming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 You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ve had the last laugh? Bet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good is gone. Think you left me broken down? Think that I'll come running back? Baby, you don't know me 'cause you're dead wrong.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亲爱的好朋友，甜心老师的太阳能好飙好厉害呀、啊！三雄太飙太猛了，风电继续的狂奔，给您的老财不止庞公公，现在更是强强滚哦！来，亚历山大大雅喷出去，好强好飙哦！还有这一档呢，富鼎二巨鼎也好强好飙哦！哎，今天的节目好像把答案都透露出来了，我就跟你说哦，节目当中哦都有彩蛋，节目当中不是老师呢泄露天机，就是品花呢不小心讲出来，没关系，让大家赚，友情一起来赚，好不好？而且富鼎第二，我上礼拜就邀请大家了、欸，哎、欸，对耶，我上礼拜三、嗯，对，才七号哦，是啊，今天几号？今天14号喽，对，我七号讲到14号，是十四号，我通通讲富鼎第二，是天天飙，有上礼拜才股价才八字头、欸，八字头哎、欸，巨鼎啊，是啊，飙到现在啊，哎呦，99.5了呢，要破百了，哎呀，要晋升三位数了呢，恭喜会员，撸碳撸怎样啦？一张赚16块，哇哦，20%哦，哇啦，就从上礼拜到现在，得得洗干。就是越早来赚越多，当然了。哎呦，天天来找老师，天天有钱赚，感觉好不好？倍爽！谁能像我这样，天天跟你讲一样的？我就说过，股价还在地板嘛。对呀，股价还在地板，你要越早来，哎，赚越多嘛。哎呦，为什么我选的股票就比别人强？是啊，为什么我的股票就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喜欢
孤独的勇气，我就是喜欢走自己要走的路，我就是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知道吗？哎呦，我说他题材好不好？好啊，被动加散热双题材，他并了汉高集团的 TC Lander 以后呢，散热基板成为全球第一，我说过了吗？这前面的节目都说过，我天天都在讲它，是有的，产业竞争力非常强啊！大家要知道哦，散热基板就是 IGBT， IGBT， 你如果哦，你对产业够了解，你想到 IGBT， 你马上另外一个那个电力就要发起来。什么叫另外一个电力？你马上就要想到建策了，建策就是做 IGBT 最多的。那你要知道哦，建策做 IGBT 这么多，它现在股价多少？330。哇，来哦 ，P/E ratio 在35倍，再来哦，一样做散热的超重，超重总知道吧？6230嘛，股价在260，P/E ratio 也在25倍啦。还有呢，很爱做散热的也知道双红啊，我讲的这些都是散热哦，双红啊，股价在哪里？230啊，它 P/E ratio 在18啊，那你看回来。我前面的节目，我昨天、我前天，我的节目都告诉你，6224的巨鼎明年有机会赚多少？7块啊！哦，7块啊！而且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它前面延续9年，连续9年都赚5块上下，然后呢，80%的配息率，合并以后，合并新公司有机会赚到7块。那我问你。本益比你套回现在的股价，套回80几，你的本益比是不是才10出头？是啊，你这样会比较了吗？便宜一个十出头的本益比，你不买，你跑去买35倍本益比的建策，再来股价还在地板嘛？对，你建策330，是啊，你超重260，你双红230，哎，老师给你 IGBT 全球第一大厂，你给我听好，这是全球第一大厂，股价才在8字头。还没到100块、啊，你看回来本益比就10出头嘛，对不对？你用本益比思考，你爱本益比思考，我让你这样思考，你看回来股价是不是低估？是，是不是便宜？便宜，标股就是这样比较出来的，看到没有？恭喜会员，越赚越多了啦！再来呢，毛利率我一直跟大家讲大成长嘛，现在我带你看的是明年啊，明年我就灌它超级成长股嘛，我保守，我光我自己估它保守的本益比就大概20倍。那20倍赚7块会算了吗？20倍赚7块会算没有？很基本，对不对？所以我常说嘛，你要本益比，我给你本益比；你要产业，我给你产业；你要基本面，我给你基本面，我通通都有。所以股票会飙，不是没有原因的吗？我就是产业看这么透，我就是产业看得比别人透，我原金才可以买9块啊，对呀，我原金才可以13块平价，我还说便宜，我还可以在17块告你，告诉你再去买，有谁敢这样叫你买？我就这一只股票就不用多啊，对不对？就一只股票打趴了所有的人呢，恭喜会员，路太路怎样啦？你会觉得很轻松，你有没有觉得很轻松？你需要天天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看那个吗？完全不需要，不需要吗？我给你的股票不是只有涨停板，我给你的股票是涨不停，没错，波段股就是要有这个实力嘛。你涨10%，涨20%，你听节目嘛。我为什么说你听节目？你原金，你上个礼拜听节目买到今天你还是赚，你安吉上个礼拜听节目买到。今天还是赚，随便买都大赚。联合再生上个礼拜，上个我不要说你7月听、8月听、9月听，你上个礼拜听节目到今天还是赚，一样大赚。所以你要赚5%、10%，随便捡，随便捡。可是我现在不一样，为什么？我股票飙翻了，是大家都想要老师一档再一档再一档，我要重压老师一档，我还要接一档继续的大赚，这就是我的责任。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说过我非常喜欢。我这个工作，我平常没有看盘都神神，人神神，你知不？啊，我看盘的时阵，吼吼吼，那眼睛就灯就亮起来了，量价配合就是亮起来了那种感觉，你有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就是开盘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不用咖啡提神，看到盘马上眼睛就亮起来。休假吼，休太多会生病的人就是我，你知道吗？好喜欢看盘，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兴趣就是找股票，我的嗜好就是看盘，吼。刚好我的工作就是分析师，刚好有这么完美的结合，就是我。其实要很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么好的工作，让大家赚钱赚的这么轻松。恭喜大家，真的是越赚越多。现在就是想要跟上
上，很多人都想要跟上我们这一次的标股重压、啊嗯嗯。很多人喜欢买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啊，当然喽，又不喜欢跟人家抢啊。一定的，老师赶紧赶快供啊！嘿呀、啊、嘿呀、啊，在没有人发现的时候，赶快买，我买买起来，通通来，我让你都不用跟别人抢，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所以想要跟上我们标股重压的机会的好朋友，就赶快跟上喽、嗯。来，把我们的题谜题猜对了哈，谜题一这一档呢，附顶第二是谁？其实明示间暗示直接送分题给大家，还有另外一档风电加散热双题材的股票，股价低到不能再低了。亚历山大究竟是谁？猜对的好朋友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标股重压，让你 double 赚赚 double 加倍获利，加倍的幸福喽！广告时间留给您，知道答案的好朋友赶快电话来做拨通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快进广告喽！02663032370266303237，只要把谜题猜对，就可以跟着甜心老师一起来标股重压。标股重压的威力真的是强到你无法想象。你看看，光光是你看到甜心老师给您的标股，不止老菜盘滚滚，新菜更是抢抢棍哦。你光光是太阳能族群，从七月份一路让您赚到了十月。6443的元金，元金9块钱请您买，13块钱请您买，17块钱附近再请您买，涨到了42块耶，三波大赚超过250%的，再来安吉这一波140%的，安吉25块请您买，昨天涨停，今天再创新高价 58.9 咯，又一只长辈股咯，140%的联合再生，气扣气扣7块钱请您买，今天换他锁在爱的锁链当中，今天正式倍数翻咯。再来上尾投共75%的大牙新的股票，结合了双题材，短短时间也有20%的 MOSFET 附顶50%的大众，一张也让你赚20块钱。再来附顶第二巨顶，一张也赚快20块钱， Day Day 的吸干让你赚到发疯。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是那种呢买标股你不喜欢跟人家抢，买标股你喜欢买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买标股你喜欢定勾机，然后呢喜欢重压标股的好朋友，只要您猜对谜题，老师给您的这档风电加散热双题材，这档他是谁？亚历山大是谁？还有呢附顶第二他又是谁？猜对的好朋友，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重压标股咯。想要重压标股的机会，务必来电把握，谜题猜对直接跟上02663032370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小老鼠 Lucky 777，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股市甜心 Line A 的置顶，您会了吗？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现在快速教学60秒。苹果手机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往右滑，出现一个图钉图案，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如果是安卓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长按对话框，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置顶就是这么简单，
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赶快置顶吧。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